大交所最近有些繁忙，主要是因为内地公司轮番上市造就的。相对于其他经济类型的顺其自然，互联网经济似乎势头更大一些。小米上市引发的市场热议就是这种现象最为直接的体现。伴随着小米上市而来的是一米团、滴滴为代表的新生独角兽陆续香港交所提交上市的消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港交所可能还要忙碌一段时间了。内地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轮番赴港交所上市，似乎正在说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收割期，行业内企业的发展从行业内部提升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在经历了互联网时代的萌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爆发之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收割期。互联网企业不断赴港交所上市，在说明行业发展进入了深度运营期的同时，同样在说明未来行业的发展将会趋向平稳，同时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和增长逻辑也将到来。笑到最后的人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巨大熔炉的罪根胜者，同样说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进入到了深度调整期，扎堆上市。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收割期已经来临，互联网经济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最近赴港交所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的业态可以看作，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小米为代表的智能硬件，以映客为代表的直播，以齐家网为代表的家装，再到即将到来的一米团为代表的生活周边，以滴滴为代表的打车出行，这些公司在港交所上市正在说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如果我们将传统门户时代的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些星星之火的话，那么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才真正形成了燎原之势。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互联网经济的影子。这些不同业态的互联网企业正在通过不断的深度运营改变着我们的吃穿住用行。互联网红利期探底，新经济亟待萌发。尽管不断有互联网公司赴港交所上市，但是互联网红利已经开始消退的现状依然不可忽视。新零售、区块链、 AI 等新技术、新概念的不断出现正是这一趋势的最好体现。当下的互联网市场，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开始布局新风口，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互联网红利消散造成的。电商活跃度的下降，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加剧，互联网巨头的资本布局，这些现象都在说明仅凭互联网加的平台模式和流量思维已经难以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创新新的概念，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主题词。从内博到出海，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开始进入外部市场，用近身肉搏来形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经济再合适不过了。当前赴港交所上市的互联网经纪公司很多都是在这场近身肉搏战当中存活下来的胜利者。经过激烈的搏杀之后，互联网经济在内地的发展已经成熟。此番互联网经济企业轮番扎堆在港交所上市，可以说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开始从内博向出海转移的最佳体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这些互联网经济的企业持续在港交所上市，未来将会开启中国内地的互联网企业集体出海的节奏。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也开始从内部开始转向海外，而选择在香港上市可能主要是想要借助香港市场来衔接东南亚、南亚的市场。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出海，其实在早在这些企业上市之前就已经有以摩拜、OZO为代表的共享单车企业，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企业，以小米为代表的智能硬件企业进行了出海的尝试。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不断将发展的目光转移到了广阔的海外市场，
未来还将会有更多企业开始在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布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模式已经从金身搏杀转移到了轮番出海，战火开始从国内烧到了国外。内地互联网企业的扎堆上市，说明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已经从金身搏杀转移到了更大平台和更大市场的竞争。另外，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企业轮番上市，也在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接下来将会是以大数据、智能科技、区块链 AI 为代表的新经济大行其道，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开启。新经济风口下，互联网经济企业该如何转型？以区块链、大数据、新零售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互联网巨头和资本大鳄的联合加持之下大行其道，内地互联网经济企业的扎堆上市在开启全新发展的同时，同样为他们未来发展提出了挑战，到底要如何发展才能保护好胜利果实？到底要如何发展才能抓住新的风口？到底要如何发展才能延续其在市场当中的地位？这些问题都在等待着这些胜利者们去解决。那么，在新经济风口下，互联网经济企业应该如何转型，才能保证自身的优势地位呢？积极拥抱新技术，不断用新技术来解决老问题。尽管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的发展已经尽善尽美。在这些企业当中，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而且这些问题是简单的利用互联网技术无法破解的。如果想要继续发展、持续进步、维持增长的势头，必然要借助新技术才能实现。这些新技术包括智能科技、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等。对于这些新技术，我们不能用质疑的眼光和否定的态度来看待，而是要找到这些新技术与现有行业的结合点，用这些新技术来破解那些互联网技术无法破解的痛点和难题。这样，新技术与传统互联网行业的结合，产生衍生出新经济，新经济才能带来新增长，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打开另一片天。以新的模式来实现互联网经济的深度运作和发展。其实，互联网经济是典型的平台经济和流量经济，它是一个资源相对集中的过程，所以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平台。这种发展模式尽管通过去中间化提升了行业的运行效率，但是它并没有改变行业的本质，很多行业原来的痛点依然没有得到改变。以电商为例，尽管电商平台解决了用户与商家对接效率的问题，但是假货、劣质品等情况却依然存在，甚至可以用猖獗来形容。原因很简单，就是电商平台通过去中间化的方式让商家和用户实现了直接对接，但是这同样也造成了信息的不透明。很多用户买到了商品，但是不知道商品怎么生产出来的，而这也造成了行业痛点的持续存在。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来临，简单的借助平台模式已经难以起到破解用户痛点的目的。我们需要借助新的模式才能实现互联网经济的深度运作和发展。其实也就是之前曾经提出的从 B2B 模式向 S2B 模式的转变。未来互联网经济想要再度获得发展、持续增长，必须用新的模式来代替旧的模式，才能在消解行业发展痛点的同时来实现新的增长。规模经济依然有市场，出海是实现规模增长的关键。记得有一个国外的分析说过，中国的 O2O 企业其实是一场规模经济的进化，谁的规模庞大，谁就能够率先在市场当中占得先机。当前扎堆在港交所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正是这种论断的最佳体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企业其实都是国内某一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其实这些企业在港交所上市
正是在将他们的规模进行进一步扩大。即使当前行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深度运营期，但是规模经济在互联网经济内部依然有很大的市场，而出海则是实现规模再度增长的关键所在。其实当前很多企业的痛点和难题，就是现有规模下的新技术应用尚未开启，还有就是庞大的海外市场亟待挖掘，借助这些海外市场可以让自身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让规模经济再度进行延续，以实现企业在更大平台、更大市场当中的发展。所以尽管 O2O 的红利已经过去了，但是规模经济却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即使是已经在近身肉搏当中的胜利者，他们依然需要继续扩充自己的规模，以实现他们在未来市场当中更大的发展，从而实现新技术在成熟市场应用、成熟模式在新市场当中的落地。以小米、映客、其家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扎堆上市，说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收割期已经开始，在互联网红利逐步消减、新技术方兴未艾的时刻，走到更大的平台、更广阔的市场去找到突破口，或许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结果。而上市同样代表着一个开始，或许只有真正做好转型，才能在新经济的风口下迎风起舞。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